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；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。你是谁啊？我不是基督。这样，那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我不是。那你是先知吗？不是。你到底是谁？叫他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。好，你自己说你是谁。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
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，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。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作见证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。你们要什么？拉比住在哪里？拉比，拉比，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你们来看，来吧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身正了。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。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。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：来，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叶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你来看，
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：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的心里没有诡诈的。那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非利我还没招呼你呢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筵席。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他们没有酒了。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把缸倒满了水。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。他们就送了去，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其他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了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
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。 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：“把这一堆拿去，不要将我父亲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。”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。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因此，犹太人问他说：“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。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，你三日之内就再建立起来了吗？”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德慕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。拉比，我们知道。 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；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。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，怎能有这事呢？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。
你们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。若说天上的事，如果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生过天，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。神爱世人。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 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，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，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 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仪。拉比。 从前，同你在约旦河外，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。主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曾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甚喜乐。 故此，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。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，就印上印。 证明神是真的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们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。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正午。
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她说：“请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我没有丈夫。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这话是真的？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，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夫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，你们不知道。我们所拜的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，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这和你说话的，就是他。当下门徒回来，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，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？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。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主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这期间，门徒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请吃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”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”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”“你们岂不说，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”“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。”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话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。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过了那两天，耶稣离了那地方，往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
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求你下去。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。你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胃食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活了。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。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。
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亲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亲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么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。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要为叫你们得救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。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。
因为他所差来的，你们不信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我从不受人来的荣耀。但是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么能够信任我呢？不要想在我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要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么能信我的话呢？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这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，还有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。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
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”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”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。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。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第二日，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们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，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，如经上所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，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常将这粮赐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
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着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翰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你们不要大家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。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，他看见过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在祖宗的旷野吃过玛哪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，犹太人彼此争议说：“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的可吃的，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么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。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哪还是死了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”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“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
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也要去吗？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相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出卖耶稣的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，是因为不信他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耶稣说了这话，仍旧住在加利利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，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，那是差我来者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啊？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。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
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。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：“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”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这人要往哪里去，叫我们找不着呢？”难道他要往撒住希腊中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？他说：“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”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：“这真是那先知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”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从来没有像他这么说话的。你们也受了迷惑了吧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，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诅咒的。你们一定是受了迷惑。”内中有尼哥德慕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：“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”你借去查考，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怎么样呢？”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
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”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主啊，没有。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，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，我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”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，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你的父在哪里？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。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。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他说他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难道他要自尽吗？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。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。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死在罪中。你究竟是谁？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。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我在他那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们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是阿拉伯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
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要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边容不下我的道。所以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所听见的。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哎呀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阿拉伯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尝死味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。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我若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喜喜欢欢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阿拉伯罕呢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啊，就应有朋友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。耶稣却躲藏，从殿里出去了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
是他父母呢？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，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。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：“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？”“是他，就是他，像他。”“是我。”“你的眼睛怎么开的？”“有一个人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：‘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’”我就一洗就看见了，你看我现在能看见你了。那个人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得见的。瞎子对他们说：“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，就看见了。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”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是个先知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，后来能看见的。等到叫了他父母来，问他们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”“他是我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至于他怎么能看见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。”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识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：“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。”
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。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我能看见了。他向你做了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的？我方才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。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这真是奇怪啊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的旨意的神才听他的。他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的瞎子的眼睛开了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你们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来教训我们吗？啊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你已经看见他了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主啊，我信。就拜耶稣。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，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的吃草。盗贼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，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，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，赶散了羊群。雇工逃走了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
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好些人说这被鬼附了，而且疯了。为什么听他们的？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？回基督教瞎子的眼睛开了呢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：“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。”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作证。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”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。打他，打他。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？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因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我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你们就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。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兄，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
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，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就叫醒他。主啊，若他睡了就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，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喜欢，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。多马又称为低图马。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弟兄必不死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一定必赐给你。你弟兄必然复活。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弟兄必不死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欢，又甚忧愁。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欢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
你们把石头挪开。主啊，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的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，出来！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解开，叫他走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：“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。”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。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必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，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一座城，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有许多人由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：“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”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：“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，好去拿他。”